你醒了，慢点。您常出诊，在外面认识的人也多，我想请您帮我打听打听，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。我总不能让玉荣一个人就这样辛苦下去。简单的记账、誊抄，这些我都做得来。可是你这身子板儿，行吗？现在好多了。嗯，那就好。 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一直在吃这西药吗？其实那药昨天就已经吃完了。哦，我本来以为吃了一个月就能痊愈了，没想到这药一停，头疼症发作的更厉害了。我能不能提前跟您预支一点薪水？当然可以，不过这药费昂贵，单靠你一个人。 绝对不行。这样吧，等他醒来，你们俩商量商量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门路进账。我打算再找一份工作，两份薪水应该就够了。嗯。您慢走啊。好嘞。 回见啊！哎，您看菠萝壶啊，啊，给家里孩子买点。算了算了，哎，先生，咱们这儿现在还招人吗？啊，我们这儿已经招到了。您还在这儿呢？哎，这边人都走了，我也就实话跟您说吧。我们的经理呢，就是少东家，爱玩，不爱上班。这个助理嘛，就是老东家。 要给少东家找的一个眼线，所以少东家今天压根儿就不会来。原来是这样，您可别跟别人说啊，我就是看您老实，所以才告诉你实话的。谢谢你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哎，等等，您可会誊抄？啊，我会。我这里有一位誊抄员刚递交了辞呈，人勤快，能把字写清楚就行。 太好了，我会的，这些我都会。那明日就来就职，明日就来就职，谢谢你啊。我们一言为定，明天见。你醒了，慢点啊！怎么是你？我带你去最好的洋人医院看看，你现在病得不轻。真的不用了，我要回去停车吧。你要找工作，何必自己费功夫去找呢？你不是想去银行吗？我跟我爸说一声就好了。真的不用了，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。停车吧。 那也可以再让他给你找一个更好、更轻松的工作啊。银行太累了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。吴宝仪，这是我的事情，拜托你停车。停车就停车，给我停车！ 谢谢。